猫咪可以吃芒果吗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正常猫咪可以食入少量的芒果。首先，猫咪的体质比较敏感，如果食入芒果过敏会引起皮炎。其次，如果猫咪消化功能比较差，最好不喂食芒果，防止出现腹泻和呕吐等消化功能的疾病。然后，食入过量的芒果可能会引起维生素 C 中毒。最后，因为芒果含有大量糖类，食入可能影响血糖调节，还可能引起蛀牙。所以其实没有必要给猫咪喂食芒果，毕竟猫咪吃不出味道，只是主人在吃，所以才会舔食。并且猫咪实际上是肉食动物，水果对它们来说并不是必要的食物来源。饲养猫咪时还应该以猫粮等食物为主。